集网络上疯传多张 Jenny 和 V 的私人约会照，似乎是 Jenny 的云端照片遭到骇客入侵，两人也因此爆出恋爱说。骇客再三放话要公司出面，但双方公司都保持沉默。除了一开始的对镜自拍，二日甚至爆出了 V 亲吻 Jenny 额头的照片，还有 V 躺在床上的女友视角照，身旁躺着的猫咪正是 Jenny 妈妈养的猫，也让人惊呼两人的亲密程度已经到了见家长的关系了。不止如此，连 Blackpink 其他队友也被骇客盯上， Lisa 和 Jisoo 的私人照片也被曝光，两人戴着帽子的素颜日常自拍都从未向外界公开过，每天都有新的私照被流出，这样的行为让大家毛骨悚然。 Blackpink 四名成员已经有三名受害，然而所属的 YG 娱乐依然无动于衷，毫无作为，没有任何立场声明， B 所属的 HYBE 娱乐也选择沉默到底。